我首先多謝社會企業研究院頒發呢個準院士呢個榮銜俾我啦。咁我對於數碼企業數碼化嘅話咧，因為我本身我哋企業已經有做線上課程嘅，喺呢個疫情之前已經開始做，疫情之後咧，我覺得更加多人會願意接受呢個線上課程啊、網上購物啊呢各方面嘅，所以我對於將來呢個企業數碼化嘅，我覺得會比較明朗嘅。我哋有請 NTM 文化專家沙老師到台前授分。現在有請吳克儉院長頒授準院士榮銜。有請陳麗珊女士上前接受證書。恭喜曬陳院士，請就座。